我是老鸭说，就是我今天订了住宿的这个地方，哇，不能。我们二楼饮水机跟冰箱。啊，这是冰箱，那是饮水机。在二楼。好神秘。很深啊，对啊。你来旅游啊？对啊，我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不里。第一次来埔里，然后我去日月潭，啊，然后再从日月潭回埔里，哦，然后第二天去阿里山，哇，哎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啊，办完入住，放好行李出来去日月潭，那个房间3000多块钱日币吧。700台币，那个房间700台币、啊。先确定一下那个坐公交车到日月潭的，看了一下，好像是周五才有啊。就今天是免费的 ，Google Map 给我的信息是免费的。今天，现在走去吃橘肉圆啊，橘肉圆在哪里？台湾的肉圆。这里是埔里啊，锦盛面行啊，已经没有面了。饲料，是什么？灯泡，很好。我先坐还是什么？灯泡，在这边吃。可以看一下这个菜单。哦，好的。
幼园的台湾那个人，还可以到处去跟。卡里全部掉了，用不掉，500多。500多，怎么用不掉？刚刚那个辣真的太辣了，不能吃了，这千万不能加辣。啊，辣死了，辣死了！80块钱，80台币，乘300日币左右吧。350日币，15块。你好，可以刷这个卡吗？iPass， 这个这个，不是 iPass 的。这可以扣吗？一卡可以啊，可以。OK。发票存里面吗？发票好，15啊，25。对，谢谢。是25。25。幼儿园真的，吃吃还可以，蛮好吃，就是我加了那个辣，我不应该加辣。现在准备坐公交车去日月潭。日月潭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